你们两个干嘛的？咱啊，回去，回去，不行啊！来一期得了，真的回去吧。对啊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为什么我们俩一出来，音乐就没有？对啊，上一期也是。我们这需要一个短板，对不对？来，让我们有请短板。哎呦，快起来！哇，海选，你不是做生意很厉害，会算账吗？快点算，这跟算账一毛钱关系啊！老大。 裸脚这招，这招在WFL里面叫裸脚，这招叫裸脚。我很 OK 啊，我觉得我还 OK 的，我已经很接近事实了。有问题吗？哎，还可以哦。OK， 我是有用的吧？特别有用，老大 OK 吧？ 现在你们队只有一个没用的了，叫沙溢。 对，我要把他们拖起来，知不知道？我是底座。